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天命二》贝塔试玩。哦，魔法兵，很脆，这次很脆。枪有点烦。
速不太像那种会自己把准心拉或是敌人身上的，反而是敌人经过的时候他会辅助我对付，我不太喜欢这种。魔法师远距离的魔法太少了，我应该可以直接往下走吧，在这个台子的上方。小心的，小心的。下去了吗？这样就可以下去了吗？小心的，减个速。哦，落地前减一下速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了。说不定我也不用小心的，直接一跳就下来。哇！死人啊！Destroy the turbines. The shields should fizzle. 摧毁涡轮，让发电机超载。好，我的问题是，我该如何去摧毁它呢？
个我跳下去会死吧？哇！哇，好壮观哦！我要如何去摧毁呢？不能跑，运气不佳，还是说我直接拿武器轰？感觉一点伤害都没有。我要走到中间，我在想，不行，这边边不知道可不可以站。啊哇哇哇哇！边边可以站，但是好好好，这样子。Yes, just like that. 啊，所以我要去三个地方。跑啊跑啊跑！你是不是在我后面？哇，最起码现在知道怎么使用了。Levels rising. It's working. Okay, sir. 这是哪里？糟糕！完了完了，我卡到奇怪的地方了。这边没有，没有挡起来。好像连按两下可以跳最高，相隔越久就跳越低。Anyone？ 有点像风之谷。被夺走一样。Do not look at me, creature. 啊、oh. ！You are weak, undisciplined, cowering behind walls. You're not brave. You've merely forgotten the fear of death. Allow me to re.
reacquaint you. 啊，我的小机器人！Your kind never deserve the power you were given. I am Gorm. And your light is mine. What? How on?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订阅青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